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纵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时间到，慢点啊！哎，给我这边再平一点就好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申请各大研究所。各大研究所？啊，小萌，和你梦想不是一样吗？你跟我学我啊你？谁学你了？哎，我作证啊，他还真不是学你。我很早之前呢，我就知道他在搜索哥大的所有的资料。嗯，你怎么会选择哥大呢？我以为你会去创新派的伦敦呢。哎，你别看我外表那么洋气啊，其实我内心很保守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就定一个目标，我们三个来征服世界。你呢，就写你的建筑情书；我盖我的摩天楼。正巧来你呢，我建风车喽。这样吧。你就创造你的历史遗迹吧，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，你的历史还在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名字都留在了历史，还是很厉害的。哎，郑小雷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哥大吧。哥大，好，我努力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向哥大出发。干杯。所有的美感都是要必须基于当时的这个时代，也有一些哇一些艺术的等等的一些结合，这样懂了没有？好亲切啊。太棒了，这感觉。郑磊，吴教授，这么巧。哎呀吴教授，什么时候从上海来的？刚来没多久。教授，我是宁小萌。宁小萌。嗯，哎呀，很高兴你还记得回来看我。教授当年那么照顾我们，我们当然记得了。你郑磊还有在俊可是我最骄傲的三剑客。我记得我曾经说过，你们三个人哪个人先盖出一个新的建筑作品的话，就来找我领赏。教授，那宁小萌同学很快就会找你领赏的。是吗？报告教授，我刚刚进了上海奥斯顿建筑事务所。恭喜你啊小萌。嗯，没想到你们三个人最终
竟然是你成为了建筑师。谁让他考上了哥大的研究生呢？现在实至名归嘛。郑雷，你也不错嘛，是个空间规划师，又在经营古董家具店，也挺符合你的爱好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挺满意我自己状态的。倒是那个在俊啊，真的是挺自由自在，什么都抛下了，跑到屏东开了一家小民宿，管不住的终究还是管不住啊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人生的因缘际会还真是挺有趣，就像是一条河，你不知道它会流向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它会跟什么河交汇，更不知道它会经过怎样的风景。不过呢，最终它还是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。对了，教授，您不是要找在俊设计新的教学大楼吗？是啊，在俊是有才华的，我相信新大楼在他的创意下肯定能有一个全然不同的风貌。哎，他刚刚来过，你们没见到他吗？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其实每个老师呢，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在学习领域上有所建树，有所成就，但是每个人不同嘛。但是是我。好了好了，别想了，走吧。都没变啊。当年来这里念书，却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不是你的，是我们的。郑雷，你和在俊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回报你。
老爸，你干嘛自己一个人坐在那？一起来吃饭呢、啊。乖乖，赶紧吃啊！老爸还有几个短信要回呢。啊，嗯，乖。妙妙，来吃鱼，长脑子，吃啊！妙丽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湾南方海域，预估明天将从恒春半岛登陆。目前南部各地风势都有增强的趋势。怎么隔了八年，台风都没有变少？台风都快变成台湾的名产。敏叔的水还没退，又来了个妙丽。老爸，老师说明天可以带肉包去学校。那台风这样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明天爹地我跟超人阿姨会一起送你上学啊，放心吧。嗯。耶。来了，天竺鼠，天竺鼠好可爱啊！妙妙呢？肉包，肉包，小猫咪对不对？我们家的猫。还有洗碗巾带什么来了？兔子，小兔子在睡觉。乖乖，今天让大家带自己的动物来学校，除了要让大家认识动物之外呢，最主要的还是要告诉大家，照顾宠物要有始有终，绝对不可以抛弃它们。被抛弃的宠物会很可怜的，大家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好棒，看看，哇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咪咪。咪咪，它怎么了？这个是什么？是这个熊抱，这是黄豆。我觉得那只。郑磊。嗯。等会儿我们一起去接妙妙下课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妙妙，我听体育老师说你身体不舒服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有，就只有一点没力气。那老师打电话叫你的家人来接你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马上就放学，而且得弟回来接我。好吧，那你在这边睡一下。妙丽台风渐渐逼近台湾，目前南部各地已经开始飘起小雨，垦丁必须严防强风豪雨。大太阳的，怎么还下雨啊？台风天嘛，就这样。妙妙，你慢点，你先走了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人呢？会不会是打扫卫生耽搁了？走过去看看。好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们来接妙妙。妙妙
不见了。老师，我刚刚去了秘密基地，没有看到妙妙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书包还在。他下午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，叫他睡一下，结果他人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他会不会是出校门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啊？不会啊，书包都在这里。老师，肉包不见了。啊？他会不会去找肉包了？喂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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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线索？哎，到哪儿找去啊？赶紧的，下午就出发。哎，我找大家一起来当搜救队。哦。我是怕那个妙妙不见了，我们家伯伦没人可以欺负，就不爱上学了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大家都是邻居嘛，邻居。那太好了，有这么多人来帮忙，一定可以很快找到妙妙的。是的。那我们赶快来分一下组，美秀、甜心跟保罗，你们三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好。再去郑磊跟小萌，你们三个人一组啊。哎，猪猪，你留守，好吧？哦，好。雅婷，你跟那个牛妈妈他们一组，好吧？好。我这边准备了手电筒啊、对讲机啊、雨衣啊、雨伞啊，大家都准备一下啊。好。一定要保持手机畅通啊。对。山路很滑，一定要注意小心。好。雨伞和雨衣穿好了再出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分一下，分一下，看看够不够。雨衣，还有雨衣。好。在俊，你也一晚上没有睡了，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哎，醒了。老爸，妙妙，你醒了。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老爸，肉包呢？肉包没事，他在家里。你呀，只会顾着肉包，啊，也不顾一下自己。老爸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没事就好。哟，妙妙，妙妙，你醒了 ，Daddy， 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肚子饿不饿？饿。看看带了什么 ，Daddy。美秀阿姨给你做的粥。我来喂她吧。
慢慢吃。是吗？妹妹要是喜欢的话，阿姨回去学着熬给你吃好不好？嗯，阿姨，你好温柔哦，好像妈妈。我昨天好像有梦到妈妈哎。妹妹是不是很想妈妈呀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没有看过她，不过我有她的照片。妹妹怎么了？都背好痒。没关系，你不要动，阿姨给你抓啊。是这里吗？在右边一点。这里呀、啊？上面一点。这里吗？好舒服哦。还有什么地方，阿姨都给你挠。谢谢阿姨。妙妙想妈妈了，小萌就回来了，你也不反对，真好，皆大欢喜。怎么，你还没有原谅小萌？只要妙妙开心，我有没有原谅她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这么说，你是不反对他们相认了？嗯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妙妙，超人阿姨其实就是她的亲生妈妈？等妙妙的病好了吧，我会找个机会告诉她。郑来，戴军，我谢谢你们这半年来对妙妙无私无悔的付出，我也谢谢你们允许我和妙妙相认。我有些话想对你们说。嗯，小萌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嗯，既然我要跟妙妙相认了，妙妙也耽误了你们太多，我请你们答应我，把妙妙接回上海，让我们母女团圆，也让我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你怎么就突然做出这个决定了？不，你要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啊，很多事情不能那么着急的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不能急的。郑磊，这是我很多年的期待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每天都想摸摸他，每天都想抱抱他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说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你要考虑我们的感受，
你要考虑我和在俊。好，就算你不考虑我和在俊的感受，对不对？那你考虑妙妙吗？妙妙心里怎么想？她在垦丁待了八年了，这突然就要走怎么办？她不习惯怎么办？郑来，你知道？林小萌，你心里帮你收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来，再见。你这样好吗？要不然怎么样？就看着他把女儿带走。这太晚了，她一个女孩，她只是个陌生人。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了？你说话呀！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为一点芝麻大绿豆点的事就吵起来？把孩子抛下八年，这不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。是你自己同意他跟妙妙相认的呀？我后悔了，我就不应该让他接近妙妙。你看到了，他不但要相认，还想把人带走。我怎么会把事情搞成这样？郑来似乎是原谅我了，但在俊……要不然怎么样？就看着他把女儿带走。这太晚了，她一个女孩，她只是个陌生人。我们三个人再也回不去了吗？宁小萌同学，这里的气候比较潮湿，夏天很热，但冬天还好。我们不下雪，你可别带一柜子外套过来。而且我们的夜市很好玩，假日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逛街，你一定会买到你喜欢的衣服啊。所以留些空间，再聚。左在俊同学，你可真逗，我又不是开服装店的，哪有一柜子衣服可带啊。你说的对，留一些空间无限想象，空间是一个迷人的字眼。我期望自己的这一趟台湾行能够有空间不断成长。我觉得变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没有人可以活得比昨天年轻，但是不断成长的人每一天都可以比昨天丰富。谢谢你这阵子不厌其烦地为我做潜心辅导，未来的日子也请多多指教，小萌。小萌，小萌，这个是上海双年展的票。
你找我看展览啊？不是，是我同乡一小学妹，她想找她。哦，我懂了，那交给我吧。谢了，这样我就好交差了。好，嗯，放心吧。拜拜，拜拜。嘿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能感觉到你走过来。你是不是熬夜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你那脸。我给你那维 C 你吃了没有？吃过了，放心吧。你肯定没吃。我吃了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拼啊？你说我不拼，我怎么考得上各大研究所啊？而且说到拼，你好像比我还拼吧？你就等我这么一下下，你就开始看书了。我这等你没事干嘛？而且一天多看五分钟，一个月就是150分钟，一年就是1800分钟，就等于30个小时，还等于快2天呢。所以说，郑小磊，你的一年就比我们正常人多2天是吧？这说明我生命力顽强啊！这是我爸告诉我的。你爸说什么？我告诉我，其实人世间呢，很多事情都不是非常公平的，但是有一样是特别公平的，时间。每个人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如果你抓住了它，就是黄金；抓不住它，就是流水。好了，教育你完毕，走了，上课去了。走吧。有比较。谢谢你，记得吃 VC 啊。你刚才在宿舍忙什么呢？我台湾的学霸回信了，还给我发了照片，说会到机场接我们。那很好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干嘛非要去台湾啊？我有想寻找的，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什么？人生多点经历，生命才可以丰富呀。我们多出去看一看，以后设计起来的建筑肯定会不一样，这不是很重要吗？嗯，听上去有道理。又给你。这什么？上海双年展。哇塞，我们两个去啊。我室友的小学妹长可漂亮了，她约你一起去吧。哎，你赶紧把票还给别人啊，告诉他生活费不易，不要拿来换成这种。你怎么这么没劲啊？就知道会这样。你都知道你还给我。那人家小学妹挺喜欢你的，我当然要帮帮她传达传达她的心意了。吃你苹果吧啊你！以后我就不帮了。每次都这样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台湾的学伴，师长挺帅的。戴个墨镜，看不清啊。没我帅啊。我看着挺帅的，你是不是嫉妒人家比你帅？这男人啊，什么叫帅？要有味道。你快闻我有味道吗？嗯，是有味道，很臭。除了这味道啊，还要有这儿。我知道，我们郑小磊不仅有脑，而且体格也比别人重。什么意思？我又不胖，为什么？你想啊，郑磊，磊字就比别人家多3个石头。嗯，不重才怪。什么重啊？这说明稳重，明白吗？哎，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啊？这长得特别像一 TVB 演员。哎，上次老师说那个论文什么时候讲？好像是下。我来吧。小心点。哎，出发喽，走吧。等一下。嗯，快了。喂，爸。萌萌，出发了没有啊？嗯。现在要去机场了。好，到那儿好好学啊。爸爸祝你一切顺利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如果缺什么东西打电话回来，爸给你寄过去。
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注意身体，保重啊，爸。走吧。嗯。我亲爱的室友们，上来吃早餐啦！哇，哇，好烫，哇，好烫，哇，好烫，好烫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很香吧？哎，哇，海鲜玉米粥啊，来，哇，现在你闻闻味道，你太贤惠了，幸好你不是女人，要不然你就嫁给我啦！我要想，我肯定要娶你。哎，你就天天只知道吃郑磊的，你怎么什么都不做啊？哎。那主要我天天吃他的东西啊，你呢？你不天天也吃他的东西吗？你那我洗碗了，你什么都没做好不好？是吧，郑磊？我，你就说吧，你会做什么？我有什么不会啊？我一说出来，我怕我吓死你们。吓死！我好希望被你吓死。怎么来吗？我有最好吃的饺子，我有什么不会做？都会，吹牛，吹牛，吹牛。那你倒是做一个呀，什么时候做？我很期待。随时，等着啊。我们就等着了，说好了啊。怎么样，有点好吃吧？好，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你们为什么要当建筑师？各位同学，你们有认真想过这个答案吗？因为这个答案关乎你们未来求学求职的态度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当建筑师？载俊，是不是你爸爸叫你来你才来的呀？不是，我想做建筑师是因为我喜欢听音乐。哦，好，你说说看。有人说，音乐是流动的建筑，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听觉的感动，一个是视觉的冲击。我喜欢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有理性的美。他们讲求张力、比例和素材。但同时呢，要呈现感性的美。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给世界写的声音，那么建筑就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。我想要做那个写情书的人。不错不错，那你想写什么样的情书呢？我想写一封温暖的情书。我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，但是建筑师创造了家。建筑嘛，就不应该是冰冷的钢筋水泥，而是应该充满感情的。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体贴人类的需要，要考虑大自然的和谐，让天地人都感受到那种温度。那这样的建筑才是可以让人一读再读的情书。很好很好，左在俊的答案其实很接近我心中所认为的建筑师应该有的一个特质，也就是要用宁静的心去倾听大地的声音，让天与人交融，地与人相依，把人文关怀放在胸怀之中，最后各位才是去追求艺术的美感。很好很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随便看看吧。那我找吴教授去了，拜拜。嗯，拜。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拜。啊，姐在俊。我很期待你那份温暖的情书。
你看什么？林小萌，你太恶心了！大庭广众底下你跟我表白啊你啊？谁跟你表白了？我那些话说来虎教授了，这你也相信？太过分了！喂！哎，在俊呢？左总说了，要你把这礼拜时间空下来，陪几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去聚餐。啊，林秘书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白跑一趟。你告诉我爸，说我现在还是个学生，我也不会说那种场面话，跟那些大老板吃饭啊，会丢脸的。啊，是。总之呢，以后别浪费时间来找我了，要告诉我爸，说等我读完大学再说吧，好吧？这样，不是，走了，你，拜拜，阿姨。来，走了。你看什么？走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，哦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。去啊啊啊啊！青春等一等就过去，谁不是写一写又怕起，只为心底那句话冒不停。旅行。